在拍摄现场，张柏芝和韩国演员张东健演绎了一场热烈的感情戏。你抱住他以后，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一个挣脱的，你一定要抱住他。坐一下，这样子啊，对，坐要动，哎，然后你主动的，你主动的，你主动是在可以，这个我主动，嘴，kissing，一定要的，导演是很热烈的，两个人都要很热烈的，在转身以后就很热烈，啊，但是他要低一点，导演你看，你看，仰高一些，啊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我一转身他一定要低一点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东健呢，不管是这里还是怎么样的。 他已经要不管是撞这里啊，动这里啊，高啊低啊，他都要动的。东健，啊，东健不要我在一个位置上等他来，高啊低啊，高啊低啊。OK， 可以了，非常好。